乔乔，怎么了？姐，你快看穆丁周发的微博。啊？哦。我要感谢在我患病期间照顾我并帮助我的明薇小姐，最近因此事给明小姐带来了许多滋扰，深表歉意。希望大家不要再过多关注和评论我与明小姐的私人生活。之前我问你是否有什么要求，你拒绝了，但是我想出于道义也要给你做出一定的补偿。你说个数字。我跟太傅真情实意谈的那场恋爱，在你这儿就变成了赠送给观众的番外。我跟太傅谈的都是真感情，而你口口声声跟我谈的都是金钱。